是安琪肯定也独唱了，肯定。然后 Coco 独唱 ，Coco 刚刚你说你的《天若有情》，男 BB 呢会唱一个 ，OK， 嗯，还有一首。哇，有敌军，嗯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是外卖的，我们是外卖的，哎，您点的外卖到了，外卖，我们是张主席，不可以吗？要喝茶吗？要喝茶吗？不用吗？这不好意思，搞错，原来是搞错，不好意思，说错了，对，拜拜，好厉害，柯柯姐，你要不要过去看一下？对呀。其实我去厕所的时候看过那个路线了，从这里从再过去是可以看到的。好，我们走。我也想去看。好，来。你觉得你能控制住我们吗？抠过去。各种手。这一下就好了。那讲啥能量啊？没有，他把他盖住了。因为他们猜到我们会过来，是不是？你们也太厉害了，偷偷的走过来我们这一边，好萌啊！对啊，你们三个被挡住了吗？全部挡，他们自选的还没有出来，其他合作的应该出来了，但没看见，没看见。我肯定的就是他们三人。合作的是有三个人合作的，哇，火眼金睛，对啊，火眼金睛啊，小鹏哥，不行，我跟你说他们太坏，我们正想去后门打开，他突然间逃出来，他们很贼的，他们早就已经撤掉了，他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吧？他们猜到了，因为他们想着他们过来看我们的，我们肯定也会去反击嘛。他们猜对了，哇，好累啊，马上一下，我们的姐姐妹妹怎么办？现在还有还差一。